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七人合作团秀对战，哥哥们的个人分将决定每组进入总决赛的各个人选。3、2、1，加油！花很多时间去努力排练，就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每位哥哥都是大英雄。在里面看到大家进步跟一个变化，动作很干净，很利落，我相信也是一个很好看的、很工整、很饱满的英雄。只要我们整齐划一，我相信没有人能与之匹敌。这个团队感觉比较温馨，我就感觉这几个人他们凑在一起，真的就像一个无争无吵的一个小家庭、小组织一样。很幸福，就幸福两个字。我这个很重要，就一个团魂来说，无论是从舞台经验还是到我们的实力，我们都可以赢。我天天做梦都会想到这样的舞台。我想让一些不认识我的人还知道我是歌手胡夏。我不是那些年的胡夏了，是追光吧哥哥胡夏。就是不断的一个在挑战自己，一个在享受舞台。这些40+、50+的哥哥都那么拼尽全力，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去拼？就是这种在逆流中成长的那种斗志是很振奋人心的。我们把作品留住就是 OK 的。大家为了这个团秀都很拼尽全力。东哥虽然没有在我们这个舞台上，但是他的精神一直和我们在一起。大东哥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敬佩，就让我们练成一股神，一定要把他这份给赢回来，这样他的付出才没有白费。好的好的好的，酷酷，好鲜的一段，鲜的，发糖喽，发糖喽。宝宝们一定要把这票投给我们的文汉队，好不好？爱你们。接下来被待定的哥哥将进入终极抢位战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路途其实是挺崎岖的，但是真正你再回头来看看，其实你兜里都已经揣满了你的收获。就像艾不吉尼说的，我们节目结束了之后，我们依然可以真爱至上，我们依然还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。当大家聚在一起那一刻是最闪耀的。大家还在一个舞台上，我们还站在一块儿，那种感觉是比较美好。大家就是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再一起再去做一个表演，呈现出一个特别好的舞台，这个大家会很开心。就是大家的重点会在这儿，情感倾注也是在这儿。